啪，好的，老妹，快进，进来，进来。学霸，哎，小学霸，我就学霸，我去外面等等。要不要这个？不，还很饱。你看，当时你是我把他带来这里的，然后你就是这种，我也看着角度。因为你不是一直暗恋我，你说他是不是一直暗恋我？应该是。对，暗恋你。对。然后你再说一遍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看着我，或者直接你爸一巴掌把你扇到了我怀里。对，哎啊，对，差不多有。这由我来背。没有。阿老，你说你打我吧。这便宜捡的也太巧了吧。在这儿坐着。是我带他来的，怎么地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杀了他。杀吧。敢不敢？他说岳父，这个时候你别再自大了，再自大，他真的就要杀了我。是的，我还有亿万生灵，要万劫不复啊！说什么？啊！我感觉我要被你打死。对方一边的。然后这儿啪啪三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我在门口里，我抓你看嘛，我选你先反上来，他肯定是先反上来，然后他就一脚在正中间，但他是我好看的，之前真的是正出去，你知道天天在家我对着镜子拿着点自来水呢。那个不要发热。吐血也是要练的。定家，那块石头跟我说一声啊。定家，这边都让开了，哥们。一会儿还让那个。哎。